Hello， 我在看这个很漂亮哎、欸，来，你看这个漂亮的蓝眼胡子。其实哦，吃青苔的话，红眼蓝眼都没关系。可是如果要漂亮观赏的话，蓝眼比较漂亮，因为蓝眼比较黄，哦，它比较，它几乎是橘黄色了，哦，然后里面是有几只蓝眼白子啦，哦，但是。就我怕老板娘分不出来，所以就这样。这个反正这个蓝眼，这种蓝眼跟蓝眼白子，蓝眼就蓝色眼睛嘛，叫做蓝眼胡子。啊，蓝眼胡子的白子就这里，它是红色眼睛，但是身体一样很黄。好、哦，反正这个都是500块一只，然后这几公分啊，这应该9公分到10公分了吧？应该有9公分了哈、哦。然后这里这个是我们卖的那个蓝眼大板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卖1对1200那个，好、哦，那我跟我朋友凹了一些啦，因为我不是有拍那个影片吗？渔场有那个公鱼都很大只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比较小的，这个很年轻啦，好、哦，然后我跟他凹一些单公啦，来这里随便抓一只，你看这多大只，有没有？然后更大的尾巴更飘更漂亮。这个尺寸的是我们卖这几公分啊，9到10公分的，这个是我们卖1对1200的对鱼，啊，这个单公的话，这个就大这个大只的单公应该12、13了，12、13公分这个1只800，啊，如果你这个1对1200的你要换成这种公的话，就是多300块，1500，就是1500可以去配那个母鱼，好、哦，反正这个小尺寸的是1200啦，大尺寸的1500，啊，这个单买的话1只800块。好、哦，你看这边，好大只哦！这个因为大帆还是要越大越漂亮，因为尾巴才会长啊，尾巴才会长才会飘啊。对了，而且我跟你们讲哦，如果你是养金鱼的话，我建议你用大帆，因为大帆比较不会凶。然后之前的问题就是说，大帆之前都买不到，你看这两只，之前大帆都买不到大只的啊，因为像这样子很怕被20公分的金鱼吞了，哦。20公分哦，20公分其实不一定吞得下的啦。但你买这种大只的就一定 OK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混金鱼的，其实水草缸的也一样，小型鱼的哈。你要混金鱼的话，就是蓝眼大帆最不会凶，因为它尾巴长，它行动比较没有那么敏捷啦，所以就比较不会去吸金鱼哈。所以这个是我推荐的，但是这个也不多，我只有10只。哦，12公分的蓝眼大帆公鱼单公1只800。然后，如果是配一只母鱼的话，对鱼1500，啊，小尺寸9公分的，一对是1200，好、哦，啊，你公料可能没人要洗起来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小只的单公如果单卖的话就，这单卖，我看要把这个卖掉吧，这单卖的话可能一只多少钱？500块，600块，对啊，好、哦，我再看多少钱了，那个。600啦，这个小的600，大的800，好、哦。然后这里，我们来看这里，这里是1对1200的母鱼，来看这只满满的蛋，这只已经要生了，有没有？这只抱卵抱到快极限了，到极限就要生了啦。好、哦，然后这个母鱼的话，大概是应该是多大？我想想看哈，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母鱼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如果配9公分、10公分的公鱼。配这个9公分的公鱼是1对1200，啊，配刚刚那个12公分的是1对1500，这个就会很精彩了哦哈、哦。那个公鱼的话，精液量已经比较多嘛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母鱼的话，这个是小芝麻，这个是很年轻的母鱼，可能是第一胎而已哈、哦。这个就是身高185对150公分的小芝麻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我最爱的题材，好、哦，然后这里来。你看这一只公鱼守在这个罐子里面，有没有？我照给你们看，我不知道照不照得到，看得到吗？躲进去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买这个对鱼都有送这个罐子哦，哈。那个大帆送圆弧状的，然后那个短尾的送梯形的。哎、欸，这边这样看到吗？啊，你要不要咱们看得到鱼仔囝？你看得到哈、哦？有在上面有没有？在那个瓶子那个上面有小鱼在动，有没有看到了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最好玩的繁殖。这里有4月18号，
我把它倒出来的哈，其实它是被踢出来的小鱼，4月18号被踢出来的，4月18号出，4月22卵黄吸肉差不多，今天我给它投喂饲料，但还不会吃，我太急了，它肚子里面的卵黄还没有吸收完的，有没有？蓝眼大凡的小鱼，在家可以玩这个繁殖啊，超好玩的，就是很有趣。然后另外一个弄这个罐子装哈，就可以像我这样用手电筒去照它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上面上面，小鱼在上面，有没有？啊，这只公鱼在守护它的，守护它的小鱼，以前之前是蛋，现在已经变小鱼了，好。就蛮好玩的啊，可以来玩这个。然后我要把这个倒出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我跟你讲啦，适度要把它倒出来，等到小鱼都会爬了，它守不住了，跑出来到处爬，有时候就会被别的鱼吃掉。好，如果你跟金鱼会养，就会被金鱼吃掉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看看。我现在把它拿起来，我要怎么办？那公鱼会不会？啊，我觉得不行，可能要公鱼不愿意出来啊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我连这个水啦，对对对，连水一起装。好，来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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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开奖开奖，哦哦哦，公鱼还不出来，它就硬扒在里面呢。小鱼都出来了，这只公鱼就是不出来。我再倒一下看有没有小鱼。等一下，我拿。手电筒检查一下，你看公鱼它黏在里面，它不出来，没有，里面没有小鱼了，我都倒出来了，没有了，那这个可以给它放回去了。那你看这个小鱼，这个应该就会进食了，这个已经会吃东西了，它都可以黏在那个上面了。哇，这边有多少只？我来算一下哈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4 15 17 23 25 27 28 29 30 31 35 39 40 59 50 53 55 57 57只，应该是吧，反正我算是不对。你看，这样我就繁殖出57只小鱼了哈。另外弄一个缸子养。用隔离箱的话，怕它跑出去啦，哈啊！我们那个孔雀箱，我刚刚用那个孔雀箱，我还没有进口的那个，我刚进来在试，改天会进。这个小鱼另外弄一个鱼缸，然后可以喂这个这种孔雀鱼的那个小型鱼的饲料，哈。那大只的哈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组，大只的是可以喂这个，给我开的那一罐，大只的可以喂这一罐饲料，这个是欧罗肥，之前没有缺货，现在又推出了哈。它撒下去就是很小颗，适合那个异型鼠鱼，好、哦，然后底栖的老鼠鱼、小型鱼都可以吃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三间鼠，这一罐哦，就是喂成鱼的啦，好、哦，就是异型的，像胡子的成鱼，然后像这个三间鼠，像这边的三间鼠哦，我之前喂刺虫啊，喂那个饲料就是拢假不搞，现在喂这个饲料超赞的。等一下你看他们在那边捡哦。有没有没有在蹭啊在蹭啊，然后每一只哦都吃到有一个巴肚，你看一下在那蹭，等一下就吃光光了。这个东西超好用的哦。然后这一罐欧罗肥拿来喂飞凤也是很厉害。其实飞凤哦，飞凤要吃沉底饲料，它吃这个小颗的最棒了，因为它直接就吸进去，肉没剥。不然飞凤如果很多人喂那个异型饲料，你会看飞凤在那边。好、哦，你看飞凤直接就吸掉，飞凤会在那边吸土吸土吸土，在那边吐半天。好、哦，但是你喂这个饲料就直接像吸尘器一样直接把它吸掉，速吸。哦，这个是现在我们店里面卖的哈、哦，这个是红眼胡子的繁殖组，这个就是公的大概8到10公分，母的6、7公分。好、哦，我们都会挑选那个有卵块的母鱼，这个一组是800块。好、哦，这个就短尾巴的啦，红眼胡子。然后这个就异型嘛，女王异型是很大只的啦，20几公分的。女王异型跟胡子是不一样的品种哦，胡子是小型的哈、哦。这红眼胡子9到10公分的
大公鱼的话，单公是350块。好，9到10公分的大公鱼是350块啊。这个女王异形，大只的可能就要配龙鱼或者大罗汉的哈，22到23公分800，15到16公分一只500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属于单公，就是清洁队了哈。啊，这个是蓝眼胡子，公的8到10公分这种大鱼。好，像这样很漂亮的大鱼，然后母鱼是这样，母鱼没有胡子，体型会比较小，6到7公分，也是会找有卵块的鱼哈。蓝眼胡子是一组，就是1200。那刚刚的那个大凡，就是9公分、10公分的，9公分、10公分的一对是1200，公鱼啦，母鱼都一样哈。然后那个12公分的大鱼的话，一对是1500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，你买胡子，我会送你这一只产卵管。哦，因为胡子的身体，我想想看哈，哦，这个我们那个大胡子都已经快要，应该挤得进去吧？对啊，应该可以啦。那个大的蓝眼胡子是用那个胡子，不是大凡是用这个，然后那个短尾的胡子是送这一只。好，我们看你是什么种类，送你什么。有可能你买12公分的大凡大只的，我有可能，我再看一下，有可能送你这个，有可能送你这个。哦，但如果比较小只的就要比较小的，因为太大坑太管你不要都够啦。好，它没有办法捍卫这个，反正这个大小就是要刚刚好。所以这种异形产卵管有非常多尺寸，几乎是有的，几乎就是说哦，这个是333的，这个是什么的，不同异形有不同的尺寸的管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好，蓝眼胡子，很漂亮的蓝眼胡子哈，24K 很鹅黄色，很漂亮的一对1000，然后送一只产卵管。然后那个这个就是单公的清道夫啦哈，啊这胡子你要更小只的还有250的哈，然后这个是红眼胡子哈，一对是800，然后大凡就是一对1200，然后12公分的大鱼是一对1500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里在家就可以轻易的玩繁殖，很有趣的小鱼。好，那我们下礼拜会进一款那个异形饲料，再跟大家讲哈，就让这种小鱼吃的。好，拜拜。